好，这个是那个太妃糖的那个奶昔，好香哦！而且我发现它这里东西看起来虽然很甜，但其实还好，对，甜度没有到我原本想的那么甜。啊，你喝什么？这是巧克力饼干冰沙，你看适合你哦。这个 Kitty 大飞也蛮冒昧的。Kitty 好像泡在那个奶油里面，好像 Kitty 在泡澡。对，你这个最娘了，怎么会适合你呢？拜托，你看一下，哎呦，还有 Kitty 的图案，你看到没有？有啊，花哦，有没有？很用心呢，这是草莓拿配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本身个性有点娘，喝的刚好。OK 啦 ，OK 啦，来这里就是要这样嘛。啊，我们三个都点不一样的，那从我这个来好了。我这个它其实就是 Kitty 的那个蜜糖吐司，你看它就是吐司，然后去烤过焦焦的。吐司很平常的东西，它能够做出 Hello Kitty 的脸型。是没错，因为这家店什么都要 Hello Kitty 啊，这就是我们喜欢的地方啊。对，你看你跟我们都有代沟了。对。确实还不够了解，就很可爱啊。然后你看，它什么东西都有 Kitty， 还有这个 Kitty 是巧克力。可是我每次来这边，我觉得最痛苦就是啊，我并没有办法，就是一口把它咬下去，把 Kitty 吃掉。对，也没有办法从把刀子从 Kitty 脸上切下去，所以就会放在那。其实我告诉你一个多年的秘密，好不好？你说。我以前第一次用的用名叫做 Kitty。为什么？就是莫名其妙就很喜欢那个名字，后来被别人笑我才改的。怎么了？还有一球香草跟草莓的那个明治冰淇淋，一起来吃，一起吃啊！对啊，然后底下有那个，你可以把它挖到底下，因为底下有那个吐司砖。好，在这出来了。对，它就是焦焦的，所以它会有吐司的焦香味。爸爸为了你，然后今天来这边，然后还办海捞冰淇淋，你有觉得很感动吗？还是其实你觉得很恶心？还蛮感动，可是更恶心。哎，你女儿不错哎，她是感情有点感觉很错综复杂了。她都不会就是因为就是见人说人话，然后见鬼说鬼话。这是我很怕她心理因素的最大的问题。来，我吃这个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披萨满天飞扬，到处都是外教的披萨。重点是你吃披萨，当然一定是好吃。它的特色是，哎 ，Kitty 的脸，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番茄起司。是的，口水都喷上去了。是有新鲜番茄做的。真的，超可爱了。小时候我就跟他这样子玩。真的吗？